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耿如，我是李玉玺。我们今天在101 The Rock Lauren， 没错。我们想要介绍大家这一次秋冬有什么新的穿搭。好的，我们先从男装开始。Go。我们首先看到这边是就是四足球队的那些每一个国家的那个 logo 在这边，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一件苏格兰最古老的那个学校叫做 St. Andrews， 他们在踢那个 rugby 的时候的那个衣服，然后上面这个是那个我们 Ralph Lauren 的熊熊。这一件呢，它就是比较休闲的绅士会穿的西装外套。Ralph Lauren 先生呢，他本身是做那个领带起身的，做领带起身的出身，做领带出身的，做领带起床。这感觉是起重机在妹的时候穿。对啊，因为这一季主要的灵感是去英国上学的美国大学生。这里就是有很多不同颜色的大雪梯，不错。我刚以为这是两件哎，故意做两个，一个涂鸦，然后一个格纹，做一个很大的冲突对比的感觉。帅，逛女装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有一个非常深爱的人，你会对他做什么？我会对他做什么？好，我就想讲说，会不会送他包包？这个包包是那个 Ralph Lauren 设计给他的妻子。这个蛮浪漫的，而且很百搭。嗯，对，这一件它是丝绸的，所以它有一点点亮亮的感觉。然后它用那种有点复古的碎花拼布吧，而且它的裙摆是有点不规则的吧。其实都蛮，其实会搭都很好看。看一下这个好了，因为一般就会觉得说好像是普通的毛衣，但是它的小巧思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他们说，听说这个图腾是他们当地一个村落的编织的技术，然后后来被国王看到，所以他们现在就变成这个图腾是贵族的象征。说到了图腾，格纹也是非常经典，就摆在旁边。哎，它旁边还有这个哎，对啊，小流苏，格纹就是永远不退流行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介绍到这边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活动要进行。好，那我们就待会见喽。